兄弟们，我真要被范特西气死了。今天刚上线，准备打两把游戏，就看到范特西给我发来消息。辉子辉子，啥事呀？今天怎么突然给我发消息？你要不要试试我的好运气？什么玩意就好运气了？200多的皮肤只用68就出来了哦。尊兔加多啊，你手气能有这么好？肯定是尊兔啊，我现在就上你号，等我的好消息吧。兄弟们，还有这种好事啊？那不是赚大发了。 2000 years later，范特西给我发过来一个视频，应该是给我抽奖的画面吧，我们点进去看看。好好好，上来就是一龙直接抽，让我看看这小子的手气能有多好。啊，这第一龙就差点给抽满了。你给我说这能68抽出来，我怎么那么不信啊。你好，好好好，第一龙不出意外的抽了一个可乐罐子，这不我上我也行吗？